手哦，漳州袂食惯的辣味，到着。咩咩是？哦，手呢？到啊，带迄大粒的会加辣。哦，你真好啊。嗯，他讲他手举不起来，被马梳头，所以他不太剪头发。因为他那个后面有弄个花在里面，梳一个发髻。啊个后个人个，人马会晓讲啊，遐美国话吼，啊是真牛。对啊。你好。嗯。伊会晓讲咱中国话。嘿。啊个食皮饼，食饭马会晓。啊就是阿杜啊。美国人个皮食嘛吼。啊就是大概讲阿杜啊。啊。阿杜啊是皮剁剁啊，你叫阿杜啊。哦。嗯。我不懂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再翻告诉你。他说外国人呢，闽南话，都啊，都是鼻子很高的意思。哦，高鼻子的。我一般我们讲那个绰号就是高鼻子，外国人。都啊，好啊，我给你婶婶。阿妈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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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刚来的。先去，先去，去哦，去。水草油啊，对，跟个水草油啊，对，哎呀，啊，我来个来看。好，阿妈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